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董浩，学做奥运健康彩，窍门一点就明白。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杜师傅，这杜师傅可不是一般的人，他呢是专跟游泳队的。这游泳队的运动员啊，最爱饿。你想啊，他消耗的能量多呀、啊。我们平均每个人每天消耗2000大卡，人家游泳运动员每天消耗4700大卡，所以啊，这个菜是个硬菜，是非常有营养的硬菜。这个菜名呢，大家也很熟悉，叫做杭椒牛柳。我们有请杜师傅。杜汉清，北京人，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厨师，今日推荐杭椒牛柳。杜师傅，其实刚才呢，我前面卖了一个关子，说给您铺垫了一下，是吧？但是这杭椒牛柳，大家可能说，哎，杭椒牛柳我经常吃啊，但是您吃的那个杭椒牛柳是馆子里边的，我们这是奥运金牌厨师班的金牌菜，对，那是不同的，您得好好的找个纸，找个笔，好好记啊。我们介绍一下主料辅料。主料呢有牛里脊，辅料呢有那个杭椒，调料呢有糖，味精、盐，然后料酒，海鲜酱油，然后还有番茄酱。然后这个呢是黑胡椒，哎，水淀粉，哎，然后呢，咱们这回呢做这个杭椒牛柳呢，咱们在外边吃啊，就是一般不同的地方牛柳少，杭椒多。咱们训练局的菜呢，就是说牛肉肉要多，哎，辅料要少，哎，因为他们队员啊吃饭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说营养量大，对，就跟家庭一样呢，就是说特别的充实，对，多一些。我呢是结合父母啊，因为他做菜比较好吃一些，哎，因为他运动员在，远离父母，哎，远离父母，他呢在那个训练呢又苦又累呢，对，在这儿吃饭呢，往往有时候他吃不合口啊，训练也不好，对，这样呢，我们呢就结合家庭，哎，让他找到一种在家的感觉，是一份非常带有感情的菜，我们边做边聊，啊，哎，第一步，咱们先把牛肉，杜师傅啊，有个外号叫高原厨师啊，我来给破译一下，为什么呢？他经常跟着我们的国家游泳队啊，到高原地区训练，是不是？对对对。里边还做了很多改进，因为在高原呢，有时候他这个不爱熟，就像我们煮鸡蛋似的，在平原很快就熟了，在高原你煮一个小时，对，味不熟。对。刚才杜师傅说了，说的这个，我们是带有感情色彩的一份菜，实际上有点像这个家里边妈妈菜的感觉，对对对，远离父母，这些运动员，尤其游泳运动员，我听说啊，他们一下水就3-4个小时以上，就是在水里泡澡3-4个小时也受不了，对，他一直在运动，一直在运动，好，所以他需要这个蛋白质的补充，是吧？对，这个牛肉，其实咱们平时做运动的老年朋友，一星期应该不少于3次。对，一般老人呢，一般要多吃一些，控制住量，对对，就不至于长得像董浩这么胖。我也瘦，您壮。然后咱们现在呢，切这个杭椒，去头，两头一去。对，其实我们这个系列节目播出以后啊，很多观众朋友给我来信就说，说看了你们这些金牌厨师做的这些奥运金牌选手吃的这些菜，他们放心了啊，都是这个怎么说呢？咱们奥运菜啊，量大呢，汁多一些，汁多一些。它跟这个有时候你像光吃菜，咱们外边吃饭，对，咱一般就是去吃菜，对。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训练局里边呢，对，咱们一般的就是以饭跟菜结合，让他下饭，让他哎下饭，他要光是吃菜，他根本这点补不回来。还有让他吃的时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对对对，亲切是吧？对，把这肉上一下浆，来点料酒，料酒去去肉腥。对，一般在家庭里边，可以搁一些小苏打。对，一般咱们外边呢，因为这个牛肉啊比较好一点，咱们盐呢少许，哎，加点底味，对，稍微加一点底味，加点味精，哎，不用，好，稍微加点胡椒，胡椒粉。然后呢，这一点呢，因为不同的一点，咱们跟外边呢就是加一点海鲜酱油，对，哎，稍微再加一点这个番茄酱，对，好。这个加番茄酱的好，这个用处呢，就是说让它出来以后啊，比较的那个红嫩一些，色正。对，就是浆完以后，都浆好了以后，糊上油，腌制到半个小时以后，然后鸡蛋清，鸡蛋清。然后现在呢，加一点水淀粉。对，杜师傅跟我说，尤其是这个牛柳。因为我挂了户子啊，对，这个这种呢就一定要让它预防它扒锅，对，怎么办法？就是让它稍热一点，对，是吧？这叫滑炒，对，滑炒。然后在牛肉啊，滑炒到八成熟左右就可以出锅了，因为咱们一会儿待会儿还要再炒一遍。对了，滑
炒完以后淋淋油、哎、啊。这个时候啊，我们滑炒完这个肉以后呢，对，我们对碗翘，对碗翘，对碗翘、啊，少许的盐，少许，啊、少许的味精，味精，糖呢加一点，咱们也提一点鲜，哎，少许，哦，然后料酒，料酒，哦，海鲜酱油，让它带一点色，对，调色，啊、对，调调色。水淀粉，水淀粉啊。碗翘兑好以后呢，哎，热锅，然后放油，少许，少许啊。我们这儿有一个讲究，就是什么讲究呢？低油低盐。对，油要少，葱姜蒜，下锅爆香，爆香。好，这个之前切好的这个杭椒，因为刚才没有那什么，对，咱们得必须得给它过一下热，一过热它这个颜色更好啊。当然这时候呢，你可以稍微的烹一点料酒，好，就可以把牛肉放进来。好，然后这时候呢，我们稍微的关一点小火，哎，然后把你之前先前兑好的碗汁儿，好，哎，这样咱们这道菜就完成了。好嘞，好，一般呢就是说在咱们家庭里边吃饭啊，都是实打实的，就咱们这些东西，这些运动员呢，全是一些国家的宝贝，国宝，哎，国宝一些。对，他们呢吃的足一些，哎，跟饭菜就一块，全国人民高兴，哎、对，全国人高兴呢，他呢给咱争光，给咱争光，咱们呢就能也高兴，真的，我觉得我这辈子就是能有这一回为运动员服务啊，我觉得也挺舒服的。是，我今天也特别有幸啊，我这辈子能尝一次这个奥运冠军。吃的菜，这是我吃过的最滑嫩的牛柳。您赶紧给我们说几个关键点。第一点，第一点呢，啊、这肉、姜肉的时候呢，嗯、搁一些海鲜酱油、哎，然后还有这个番茄酱，番茄酱，嗯，嗯，然后呢，姜的时候呢，给它用筷子再一顺边的搅。那滑汁的时候呢，要八成左右。嗯，在调味的时候呢，也稍微的加一点番茄酱。让它出来呢是红嫩一些。对，您呢也可以啊，自己开动脑筋啊，给我们的金牌师傅呢支支招啊，为奥运加油做贡献。对，明天早上还是中央电台一套节目，老时间，老地点啊，我们不见不散，拜拜，再见。明天的天天饮食，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的刘师傅将为您推荐一款深受运动员喜欢的爽口小菜——甜辣白菜，精彩不容错过，就在明天的天天饮食。